张国立、韩庚担当主演的电影《我爸没说的那件事》发布父爱无言版预告，本片由入殓师原班人马打造，是导演龙田洋二郎首部中文电影。据悉，本片过审历时7年之久，能在大荧幕上映实属不易。张国立饰演的沉默寡言老父亲遇上韩庚饰演的年轻气傲青少年，会产生怎样的火花？11月3日大荧幕见，强烈期待。